同时，这个创意竹罗城科学一六八的教育博览会，十九号到二十四号在江滨运动公园隆重登场。其中，迄个活动之一的与创意大师有约讲座，对这个起开始进行，包括少林演馆林庆台、魔术大师李家峰和科学博物馆主任刘德祥，以及着摄影大师齐柏林，拢将到现场和民众分享创意思维和态度。每当拢吸引超过十万人次参与的创意竹罗城科学一六八科学和创作的教育博览会，已经成为云嘉南地区小朋友每天热天上个期待的科学盛会。配合将要在十九号登场的博览会主题“创意发想，手握奇谁”，嘉义市政府对这入去特别邀请到创意大师，在嘉义各中举办四场的演讲座谈。包括电影《赛德克·巴莱》饰演中年莫纳鲁道的少林演员林庆台，梅林世界魔术奖华人上届少年的得主李家峰，科学博物馆电视组主任刘德祥，和拍过30万张台湾第一空翕影像的摄影大师齐柏林，拢将会到场来分享家己对着创意教育、创意艺术、创意科学、创意生活的经验和态度。科学一六八和创意大师有约的讲座，对7月15号、17号、18号、20号总共有四场，每一场拢相当精彩，欢迎民众预约报名。电话会当卡到0526262525转229或者是211，同时嘛会当现场报名参加。最新新闻张玉明、王小山、嘉义市采访报道。